这个我。这个鼓点，它前面那么柔软，后面吭吭吭吭吭，本来是一只扇子舞，水就甩得我手要断了。谢电梯送来的心，感谢。下次不跳这个了，不能跳这个了。欢迎小饼干，咱们要点关注朋友，点一下珍宝的关注。欢迎溜达去。乌合花有花枝春秋，秋后如墨。谢谢 LY 送来比心。谢谢狮子座。我播了两个小时了，我播了两点吧，播了两点下吧。我感觉大家都那个啥。差不多了，不播太久。执子牵牛，闹市无声，百态阴晴，徐徐谋，藤一半卷，台一周，岁月自无忧。下回首歌下，这里差不多了。是大家大家差不多该上班了，然后该睡觉了，大家该睡觉了，因为我看直播间没人说话了。我也累了。我今天咱们做轮麦的时候，上来跳了二十分钟，连着跳了一直跳了二十分钟。我跳一个在下吗？我跳过了呀，刚刚跳了呀。欢迎切随风，我也个对，我早饭都没吃，早上就喝了一杯奶。每天都是古风吗？早上是，晚上不是，晚上就是简单播一下，简简单单播一下。欢迎小鱼。饿死了都，快饿死了。欢迎西青，点赞上六万了，好。好好好。我今天要去洗个头发吧。欢迎同学，欢迎水源哥。松香接地走，花外人一休，似浓淡相间似相勾，两鬓雪线滴琉璃酒，沾竹子江东青楼。看起来不需要，必要的我头发要洗，要洗。我头发如果稍微就油一点，我就喷一点那个蓬松的，因为每天洗头发，不是因为头发太长了，洗得太勤的话也挺累的，然后洗得太勤的话也会掉头发。感谢一起瞌睡一起睡送来灯牌，欢迎三五剑客，欢迎青钢笔。唱一首歌吧。唱个游山恋怎么样？谁找我打 PK 啊？接一下吧。要不要接呢？害怕不接了。世界我知它不能求，最风格知它不必好，只愿留。海江之一，我最近就有很深春花满天，依稀看起冷风帆，酒洒河山，遥望了水云烟，翩翩卷
没有点关注朋友点一下关注。欢迎大家没有加团的朋友加珍宝的灯牌，脸上黑点不见了，黑点了，脸上没有痣，珍宝脸上没有痣，但我很喜欢 化妆的时候这里点一个痣，我觉得蛮好看。来脸颊，之前我会在鼻尖这里点一颗痣，在这会儿泪痣，在这点一颗也蛮好看。下班后去看一下嗓子，我想去打一针，我的嗓子难受。欢迎将军，将军你怎么老走来走去啊？你可以帮我点一颗芝麻，我好多年没吃过芝麻。欢迎风华绝代，欢迎将军。只饮一口，欢迎实现目标，欢迎委屈宝宝。咱们没有加灯牌的朋友加珍宝的灯牌啊。好呀，我刚开播一分钟啊。宝儿，我跟你跟你说一句午安。我打完一把我就下了。哦，你要下播了，你几点播了？我11点，我今天有个轮麦，11点多少来着？11点、啊、我播了，反正播2个多小时。11点你怎么那么好啊？他说我一周只能轮两次。我不知道，哎，我官方，哎，有一个官方运营啊。哎，对啊，每一个主播有一个官方，那个舞蹈主播有个官方运营。我的官方运营每天都给我发，明天可以轮麦吗？我让你轮。我基本上好像隔一天轮一次。可能是你的孵化道太漂亮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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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可以问一下，你可以跟你的运营说一下，你说我时间比较充裕，然后什么什么的，大概哪个时间点，然后他就会每次给你安排哪个时间轮。我现在每天轮就是每天中午11点吧，12点轮麦。人多吗？哎，就那么千把人嘛。欢迎周而复始，欢迎米老鼠。我那天看你轮麦，我那天看南墙轮麦跳那个，有一点致命情人，对，他有一点那个那种风格的那个舞，哎，这个应该叫什么风格？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风格。有一点的小，什么风格呢？反正挺有情调的啊。我觉得好有女人味。你跳那个真的好，是吧？挺有情调，好看，你一下子就跳那个。特别适合你，特别适合。下次我也跳，在家里啊，在主播间跳一个，我没有跳过这种类型的。不是很清晰的时候跳这种有氛围感的舞就还可以。好看好看。要不要我打一把 PK？ 打完我下播了，我吃饭去。那就都给你打个带特效吧，我才刚开播，人也没啥。打一个，行，那带特效。带特效。要说绕口令也可以。好，绕口令也行。说那个，我不是猪，我不是狗，我是人。我不是猪，我不是狗，我是人。这个我玩游戏的时候是强项，但是我很久没玩了。行，好，中间要不要玩？欢迎米老鼠。哎，欢迎小韩，欢迎大家。中间要不要玩宝子？卡了一下岗。昨天不玩了吧？玩一下嘛。我发个福袋。好，那不玩。好，那我重新连你一下。这把我打完下播了，我要吃饭了。将军，我要去吃饭了，我太饿了，我早上来不及，我吃的那个煮了个鸡蛋，然后都没有吃，放在那凉了。行，天宝们最后一把了。你是不是从来不跟人家打才艺的？我打的，我跟你说，打才艺怎么打？一般我，比如说连的那种人气主播，人贼多的，然后就可以去打一下才艺，就没有必要打才艺。像我们也彼此都那么熟了，然后再一个我们，人不是很多，
然后就打简单一点吧。如果我们虽然我们都是跳舞的，但一直打才艺挺都大家都挺辛苦的，对不对？月月姐在，好看，月月姐。好，那我们开始。嗯，好。嗯，小姐漂亮，可以加一下牌牌哦。谢谢笨鸟也不飞灯牌，咱们没有加灯牌朋友可以加珍宝灯牌。对，如果我们老是打才艺，就是一直跳舞，真的都很累的。打 PK 打才艺太累了。人多的我们可以打打才艺，展示一下，然后吸引一下。我觉得太熟的，不太有必要打才艺了。感谢回首哥签。在我很霸气，我感觉还是蹲着舒服，这样蹲着直播。欢迎笑傲江湖，欢迎歪。对，我们有人气票的朋友可以送完珍宝人气票，感谢赵。赵什么？我得看清楚你这个字儿咋念。赵卷是吗？卷，你这个字是读卷是吗？现在赵卷、翘卷、削剑，算来兔削剑，是不是削剑？我记得以前你来过我直播间，我把你名字也念错了，好像。哦，不对，你姓赵，你叫赵什么？赵潇。如果没有你，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？你到底叫什么名字？他姓赵。赵俏，谢赵俏。算了，兔，你到底叫什么名字？这个字好复杂，我很少看见，我也认不到。欢迎富二代。放开我的手。欢迎不知所谓777，真棒，知道。啊，叫什么嘛？叫赵什么嘛？告诉我。真棒，告诉我嘛，叫什么嘛？赵俊，哎，我刚刚说了赵俊，哦，对，赵俊，赵俊是你的真名吧？有回音，没回音啊？没有了吧？还有70秒钟，几百年都记不住 ，sorry。谢谢我们赵俊，感谢我赵俊送来的跑车。你是我老粉丝是不是？我关注一下你，不让我关注啊？你是真棒呀！还申请私密账号咋的？咋的？你还申请私密账号？还不让关注，讨厌。我们还有40秒，感谢我们赵俊，恭喜你荣登榜啊，真棒。说什么让你放开我的手。还有20秒，我们小心偷塔哦。欢迎坏蛋，还有9秒，咱们能守塔的朋友守一下塔。哦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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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好吧。Barbecue， 谢谢，感谢我们赵俊，人家说刚开播条件就蛮好的。好羡慕，谢谢啊，谢我们赵俊送来的跑车，有舞蹈看了，不跳舞。
不好意思，这把打的不是跳，我不给你看。宝子，我给你，我给你选、那个，你给我选一个特效，我就带着特效走了。你看啊，你跳绕口令，宝宝。哦，绕口令，然、哦、后那我就带着、哦、对对对带一个特效绕口令。什么什么猪什么什么猪什么狗，我不是猪，我不是狗，我是人的那个。行， okay, 那我带一个这个。大家给大家整个活，给大家跳个舞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哦。没想到我好结束了，接下来给大家表演一段绕口令。它的特效为什么那么好看？我不是猪，我是人，我不是狗，我。我看一下，我说几遍，我给你说五遍吧。我不是猪，我是人，我不是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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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不是猪，我不是不是我是我是小珍珍。我不是猪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狗，不是我是猪。好，就这样。就这样，一下乱了，全乱了。谢谢小老头啤酒。好嘞，宝子，那我走了。拜拜。拜 ，goodbye。人家下班了呢。OK。我下班了。赵俊，有没有想听歌？唱一首歌送给你。唱一首歌，我要溜了。要不要听？还下次听？多哥失踪了。哦，你记得多哥，那你就是我老粉丝。多哥我也不知道，莫名其妙就不见了。就是他走的特别的哦，他不来看真真，不来的非常突然，可能是因为我突然断播了吧，就是我断播了很久，然后就他也没来了。后来我再开播，我看到他应该也是在玩，我也不知道他玩不玩直播了。你就按照多哥，你溜吧，你咋都不加我的灯牌？你加一下我的灯牌。加一下我的灯牌。对他，我也不知道他上哪里去了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加啥？加牌牌啊！加我灯牌，加我的灯牌。快点！你不是你也很少来看我呀，赵俊。你有个号有灯牌还是管理哪个号？哪一个叫什么名字？叫什么名字？让我回忆一下。我的管理，我先看一下我的管理有哪些。我先看一下我的管理，因为如果设置了管理就知道哪些人来看过我。同名赵俊吗？那肯定很久了。我看谁是我的管理。我把我落日设成管理，我给他管一下，他现在在睡觉，他不知道，先给他管起来。又见炊烟，这个又见炊烟，哎，这个又见炊烟是谁？哦，是关花。他用我的头像，我好多以前的，我的那个管理都没来过了。我下一些吧，已经都是什么30天前，好久没上了，不知道他在不在。那就不在了。我看一下哪些人。全都是什么30天前来过的。移除几个管理吧，他们都不来看我。移除几个管理，全是好久了，很多可能退网了，都不玩了。
残沙。欢迎匪鱼叔，哎呀，匪鱼叔好像也是我以前的粉丝，以前就是这个名字，我记得你这个名字，因为我第一次念的时候就没念对，然后你就说，我就把你这个名字念成了什么赵俏，对，我记得我第一次念的时候没念对你的名字。还有 OK， 然后大家没有点关注点一下关注啊，赵俏不是赵俏，赵俊应该是前年的事了，老板硬给的管理，再给你上一个，再给你管一个，我还有几个管理的名额，我什么都不多，就是管理名额多，嗯，再给你来一个。他仗剑走天涯的时候，我上哪仗剑走天涯？哦，我就做户外的时候是吗？又来，哎，霸王硬上弓，什么都不多，就是管理多。啊，不是管理位置多，因为我管理比较少。别看我有二十多个管理，但是来直播间的管理没几个，每天就是回首歌赞，嗯，回首歌赞，感觉，在，每天回首歌，任劳任怨在直播间上班。把团加一加，你快加一下我的团，你说我给你上管理了，你连我的团都不加，这个很不为过耶。看你突然心动了。长夜温柔荧光照，满赵俊加珍宝的团。啥呀，我让你加粉丝灯牌、哎、啥。路过，对，路过也是。我是说之前呢，我就很早之前设那些管理啊，一个都没来过了，全是三十多天前来过，可能他们都已经退网了，都不看直播了，也有可能就不看我了。而且我看好多都是四五十级的大哥，就我回来一看，他们都五十多级了。我加不加不都一样吗？加一下嘛。都非要你加，我不是很会跳舞吗？来一个。下次来直播间用你原来的号，让我看一下你的真名。他说了，跟他的这个号名字一样，叫赵俊。你看他才关注我，哎，连关注都不关注我啊、哦！你换了个号，行，哎，骗了一个灯牌，不错，下次记得来看我，我的赵俊大管理，你已经是我的管了。我下播播了，我要吃饭了，我好饿，我太饿了。下次来看真哈，两号都在好吧？那个号呢？我怎么没见过？但我记得你这个头像倒是真的。淘沙，取一个就是生僻字的网名还是挺好的，因为主播都记得会记得。嗯，因为我记得第一次我就把你的名字念错了，我第二次还是念错了。午饭吃吗？午饭吃呀，吃午饭呀。是啊，我好饿了，谢谢，然后谢谢我们赵俊同学，感谢回首哥，辛苦了。你是说吃啥菜？吃那个蒜苔炒肉，然后
我看一下啥菜。这是我早上自己做好的，然后下播了就可以吃。我看一下，还有一个青菜，一个汤，三菜一汤，两菜一汤。我看你跳的我最喜欢的一只，最喜欢一只哪一只舞？现在龙甘薇哪一只？蒜苔炒肉，蒜苔炒肉好好吃啊。很好吃，你自己做的菜都不知道，我忘记了，我的记性不好。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，行，下次给你安排啊。我下了，我走了。然后感谢我们落日，谢谢将军，拜拜。